看到地上有没有，看到掉下来。如果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电缆咱们发射的话，现在地面呢可能已经有一大堆的这个炸弹在哪里了。那它有些空间会在非法地面的这个炸弹在重新再用，那就要有机会去用这个产品的力量嘛。 现在也看得到，它有这个长的挂皮啊，西瓜、螃蟹啦、大部分一整了。再做上一道工序，比方说下霜啊，这个表面处理的时候很方便。刚才忘记了经过这个。 应该你们现在做完了，赶快。